Perfect， 这个势必要带起一股风潮了吧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小姐。Hello， 你好，晚安。今天要来干嘛？你有没有想过？我没有，我肯定没有想过。你觉得什么东西是粽子？粽子就是三角形，然后丢到河里喂那个的，就是粽子啊。对嘛？低油饭。所以你觉得油饭还是粽子的本质吗？三角形才是粽子的本质，因为水晶粽子也是三角形的啊。对啊，它不一定是油饭啊。它不是油饭啊。但它也被称之为粽子，也有一些那种做成方形的东西，它也被称为粽子。用荷叶包起来也叫粽子。把什么东西包起来拿去吹就叫粽子吗？就是我认为啊，用粽叶包起来的东西，瑟瑟发抖，听它的这个，就会变成粽子。必须做一个实验，嗯，是不是真的什么东西都会变成粽子？我在想说，为什么今天的桌子的东西用备料，我看不出主题，是不是？OK， 我现在懂了。它是一个实验型的影片，没错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尝试用各式各样的东西，在端午节的前夕，对，做出各种风味的东西，然后我们之后再判断说它是不是粽子。藉由一再的重复这个过程，我们就可以越来越探究到粽子的本质。劳烦粽子大师来介绍第一样。第一个，来抹茶粉，我们要做这个抹茶口味的海绵蛋糕。蛋糕原本就是一坨咻咻的黏液嘛，水晶粽原本也是一坨咻咻的黏液，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，想必他们在灵魂层次应该是可以共通。凡是史莱姆状的都可以变成粽子。好，第一个假设，凡是史莱姆状的东西都能做成粽子。好，面粉来个50克，发了，加入蛋黄，然后切拌，搅拌均匀，然后我们就要加剩下的粉，然后就可以去烤了，对，就可以去吹了，吹屁，然后包，要放进粽叶里面，吸收那个叶子的香气，怎么把它绑起来啊？这不会开，它就烂掉。我们要相信他，我不相信他在企划这个主题之前没有想过这件事。没错，他一定想过了，我已经想过了，追寻本职路不会总是这么顺利。接下来加入我们的抹茶粉、低筋粉，好绿，已经要跟粽叶一样绿。回到本，这跟那个什么超花桂冠是一样的东西。我们做出了一坨介于就是面糊跟雷蒙的前菜之类的。超级凶！不要说出来。好。这些都只是前置作业，接下来是真功夫。好，我们拿出了我们的粽叶哈，我们把它涂点油。你很仔细耶，你连这个都面面俱到，我就说他这个企划不是随随便便就提出来。没错。至于这个粽子要怎么包呢？你刚刚不是有请教过你妈吗？对，但是我妈就是讲，怎么呢？好，折一个小凹出来。我们的粽子大师真的是斤斤计较，超扎实的。你这抹茶粉就比人家多，最后会不会是超阿贵呢？好重哦，我这已经比一个普通的粽子重了。料好实在，中间会不熟啊。我站到旁边啊，超恶的。不，我惹怒了粽子宗师。好，然后这样子折起来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折起来的时候翻过来。对。然后掐住这两边，掐住这两边，折起来，往旁边 ，OK， 帮你拉到这边，快点，快，哦，粽子模，粽子样，像模像样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多绑了一些不同的角度，它绝对就是颗粽子，就是颗粽子，毋庸置疑 ，OK， 我们非常非常有信心。我们的第二个切脆排。重模重样，明显的造型不咋地。屁咧，明显就好看。第二个会冷冻鸡块，不可能难吃吧？好吃的东西做成粽子，肯定还是会是好吃的粽子吧？对啊，一颗粽子的量就好，我不想要再有两颗粽子。好，我们的计划呢，就是把这些鸡块一块块的，没有办法被塑形成粽子的形状，我们把它还原回来，然后回归它出生的样子，就是把它剁碎，然后呢，
少一点点水，它就会变回鸡脚肉的样子。你看现在大家都就是没办法返乡了，对不对？对，疫情的影响没办法吃到妈妈做的粽子。那你自己做要怎么做出好吃的粽子？你做一定没办法吃妈妈的味道啊。对，一定不好吃。可以请妈妈寄上来吗？不行，不能麻烦妈妈，妈妈也辛苦。只要用好吃的东西把它做成粽子，想必绝对不会难吃哪去。薯条，薯条应该也可以。妈妈可以蛮好吃。啊，你说麦当劳回来。如果我们今天实验成功了。明年麦当劳如果推出了，起码发票机会。好，然后把它放进这个碗里面。欸，它已经还是可以，是有一点点，是有一点，好像不用加水，有一点直接包就可以了。优秀哎，浑然天成的，就是为了要变成粽子的，浑然天成的粽子馅哎。哦，有，浑然天成，根本就是浑然天成。连水都不用加，比例都帮你配好了。第一颗这个绝对好吃鸡块粽，第三个泡面，这个要怎么难吃？这个要怎么难吃？这泡面要怎么难吃？说的对，如果难吃的话，就是口味买错了。像刚刚那个鸡块，它本来就是肉粽料，嗯，有挑战性。泡面不是吧？而且我们还买的是汤面。它本来是要煮成汤的东西，对，是不是即使是这样天差地远的一个产品，没错，包成肉粽子哦，还是粽子，我们即将窥见天机，对，会不会被雷劈？好，我们的打算呢，把面弄碎，把料加一加之后，加点蔬菜，打个蛋，哇！你看，像现在疫情期间，对，家里如果说连鸡块都没有怎么办？就只有泡面，只有泡面了。泡面吃法还吃腻了，这个时候不知道影片一样，就像是曙光一样的降临。对，即使自己一个人在家，还是可以自己包粽子的，只要十碗泡面，说不定就能包十个粽子，还是可以享受那种粽子吃不完的感觉。还可以寄给妈妈吃，寄给妈妈吃。哇，好亮！加一点小白菜，小白菜。嗯，打个蛋。哇，东西，这一碗到底是什么？这碗就是泡面啊，泡面出来吗？泡面啊。它可以成型哎，可以啊，我就变成面糊了。所有史莱姆状的东西都可以变成粽子。我跟你讲，料理这种东西，尤其是粽子这种有传统底蕴的料理，殊途同归。好了，我们成功了。好。他一直在那边跟我吵说，把那个粽子拿去水煮，到之后那个水会变得很恶心。啊、我说那个水不会进去，水只在加热。你以前煮粽子，我煮到后来有一锅肉汤。我家都是吹的啊。不能再吃我吃粽子。谁用煮的啊？我还用吹的。哦，真的是很难跟你们这些人沟通哎。扎实的填入，它更像米粒。粽子本人哎。看起来超好吃，不是我在说，香喷喷泡面粽，肉汤在滴啊。最后一个蚵仔煎，肉粽是不是台湾的一种传统小吃？嗯，蚵仔煎是不是台湾的一种传统小吃？所以他们就等同于？不是这意思。这一集都要讲一件事情，就是粽子这个东西，对，殊途同归，好吧？而且你说到史莱姆这种东西，我真的觉得是台湾小吃界的代表，最史莱姆那种，根本没有理由会失败。加热才会变史莱姆啊！OK， 来吧，我们现在搭配它这个一些花料，哎，花料的部分，你又要包两颗，一颗多菜，一颗一些菜，这很多啊，太多了啦！来，剪掉，来个蛋，没问题吧？喝到这里面有蛋吗？它的粉这个分量大概就是一个佐料，觉得好像黏得住的感觉。它版本不是要加水变面糊的？是，但我们要加水吗？我还在考虑。且战且走。放一点这个，先放三分之一打底，打底，干嘛？打底。OK， 没肉，没肉，没肉，没事。慢慢的。哎、欸，一些搭配。那个蛋汁很不给面子哎，快快快，给他一条线。快！我们怎么可以在探讨真理的路上就这样停滞了？好。就因为这个蛋液，是吧？我是不是有得到你一点点真传了？有点，有点，赶快去煮水，快！哎呦呦，是说要滚了再放吗？还是放再让它滚啊？好，赶快滚水下锅。
这个是还剩半颗了，它等下就变蛋花汤。那我们刚后来又包了一个有加面粉的版本，这个是没加面粉的那一颗，哎，浮起来了，浮起来是对的，变蛋花汤了耶。粽子已经蒸了40分钟，快一个小时了，应该可以了，蒸到小孩都醒了。好，现在这个汤看起来，它整个房子都是粽子味。我看到一个不太妙的东西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就没关系。好，这颗看起来是妈妈煎吧 ，OK。抹茶喷发，好。雷梦开粽子啦！第一个非常明显，这个非常明显哦，它是涌出来了，支离破碎。但是没关系，打开应该是粽子形状，因为它是超花贵啊，因为它是那个蓬蓬的地方蓬起来，它的粽子形状超花贵，它不就变湿掉的蛋糕了吗？ Perfect， 好不好？抹茶味有点哎，哇哇，为什么这里会长这样？面没有很湿哎，因为是干的，很暖啊，因为这是密封的。粽子是密封的，跟乐扣乐扣一样，要说多少次？我觉得是我们没有包好，我猜另外一颗。好可怕，绿茶粉加太多了啦！粘糖，它感觉像，对对，其实就是粽子吧。得到了一盘糖。粘糖啊，质地如何？很像花桂。什么都像花桂。刚刚那个切面，这不是花桂切面吗？怎么那么扎实啊？原味试试看。吃起来也像花桂。花桂没那么扎实，我好苦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很苦？太苦了吧？是蛋糕体没错哎，是蛋糕花桂感哎。可是它唯一的问题就是你硬要把那个抹茶粉加那么多，不然它应该是不错的。来，5分。首先，是蛮像粽子的，就是在探讨这个之路上它没有歪掉。好。第二，太苦了。第三，它其实真的是蛋糕感觉的东西，花桂到海绵蛋糕中间。我们差不多5分，我觉得就是因为我那个粉加太多，不然它其实它应该会更蓬松，味道更好一点。3分，首先甜的粽子就先歪掉。然后它那个苦味又跟粽叶的味道叠在一起，对，变成很深层的苦，对，很多层次的粽子。我觉得适不适合做的粽子，我觉得不一定适合。好，下面一位，后面吗？这个顺序没有错，是那个吗？是，是的话也太 perfect 了吧！哇哇哇哇，这就是粽子，超香的！我就跟你说，麦克鸡块就是来做粽子，你不相信？哎，它超香的哎，这个不可能难吃！哇，超香的啦！哇，好吃，好吃！这要怎么难吃？我就不说那么多，它就是一颗粽子这么大颗的麦克鸡块，香就够了，要怎么难吃？给到9分，9分秒杀，你看看造型上也是完美，端上桌说它是粽子，不会有恶化。小朋友特别爱吃，你把我送。8分，因为太糯了，用蒸的或者是把它弄得比较干一点，我可能会更扎实一点。这个我不知道谁。你什么东西掉了？它嘴嘴掉了。嘴嘴掉了。所以是不是？我们现在已经训练到它东西掉了会说天，到底有什么用？不是他东西掉了，他会跟你讲他有什么东西掉了。对啊，东西掉了，他会告诉你啊。可以沟通的方式，我猜是蚵仔煎。是泡面吗？泡面吗？泡面。哎，泡面也很像哎。各位，哇哇，就是粽子吧？粽子，闻起来也很像。就是粽子，闻起来也很像。升华了，而且哇哇哇，哇哇哇Perfect。这个势必要带起一股风潮了吧？而且各位别忘记，我们包了2颗，没错，我们包了2颗 ，Q 的呀，哦，哎，好香，里面是 Q 的，它里面的 Q 度都很像糯米耶，都很咸，里面有透，没有糯米，香啊，哇，超好吃了吧？Q 嫩的，对，口感比泡面好太多了。对，泡面无论如何，你不管你怎么煮，最后都会烂烂软软。它不是用水煮熟，它是不知道怎么样把它，它是用原地把它弄进去的。它整个糊到不行。对，因为我们用的是控肉面，超像的，超像酱肉粽的。Oh my god！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在胡乱，我没有在胡乱，这是真的。超Q。10分，我刚给9分，这个必须给10分。嗯，这个比刚刚那个要再更丰富一点，10分没有错。但他给了跟我们不一样的分数，9分。我觉得我还是公正的讲，略显
可以加一些料，就它那个肉块太小，所以没有存在感。散掉的蔬菜很不错。惊为天人哎、欸！惊为天人，惊为天人，从来没有想过会成功。那就是完全呈现了我们今天的主旨，探讨粽子的本质，对吗？它就是粽子，就是粽子，哎、欸，真的。对，跟你讲，我现在已经超爆信心，哪来的？我以后都不会再说你想要企划很随便，每个都是异想天开，什么异想天开？科学，这都是科学，怎么做出科学的假设？反正只要史莱姆状的东西都能做成肉粽，几乎要被我们证实了。一直在吃这个，是这个啊，这个应该是有面粉的那一个，它有成型哎、欸，怎么说呢？它有成型哎、欸。对，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做，没有加面粉，蛋太细，所以蛋一直漏，怕它变成最后漏光光，所以我们就做了另外一颗，把蛋液加一点面粉去做的。你看，有成型。对，哦，你看，那个肉丝在里面，哇，这个造型，这个卖相，是粽子吧？这不是鹅啊，真的吗？鹅啊，蛋花汤，多甜呐！缺了一点调味。我觉得没有面粉的比较好吃，我觉得它有明灯在前。可惜了，因为我们没有调味。前面两个东西它本身就味道很浓了，调、味是足够的，这个是很清淡的。基本上它的本质是那种酱，七分吧，三分吧。我觉得它微微的背离了粽子感。我觉得大概五分，5分，因为那小颗那个，它已经把汤汁都流掉了，所以我们已经证明这件事情。到这边都在煮完的时候是史莱姆形状，煮之前是水状的。经过我们这次的实验，是不是只要用粽叶包起来？就会变成粽子本质的这个探讨，我觉得我们完全证明了这个论点。不管你用什么东西，我觉得我们刚刚四颗，除了最后一颗稍微有点勉强之外，其他端上桌说是粽子，没有人会有争议。不知道说什么，我帮我自己掌声鼓励鼓励。请大家回去一定要试试看泡面粽子，强力推荐，真心不骗。大家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